这边怎么那么热啊？哦，无人机。这个 vomiter 是什么意思啊？爱哭鬼的英文是什么？哦，瑞新瑞，晚安。呕吐。那个爱哭鬼，这里面是什么？我想起来，我昨天玩到哪了？格勒管计划。这游戏叫缺氧，等一下我改个标题。我等一下把这些冷的氧气抽到小麦区。太聪明了。
然后把氢气灌进来。好，贾克斯晚安。No gas output。What the fuck？ 哦哦哦哦，靠腰，这边没有设那个。因为那个中文版的玩到后面会崩溃，已经不是lag，是崩溃了。我想，因为里面气压太大了，对。JJ 破关了，他往上挖到顶，往下挖到底，全破了。对啊，污染的氧气啊。你没发现这里面已经没氢气了吗？所以我想要把一些氧气先打出去，然后先把里面冷却下来。里面没有干气氧气啊。但这为什么不盖的呢？
这为什么不盖的呢？ 哎，八七坏人，为什么他不盖的呢？ 蛋蛋被 gank 什么东西？问啊，可以问问少杰问题啊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 你看这边没有半颗氧气，全部都是雾气啊！这没半颗氧气啊，全雾气。 干，这管线爆了，你敢信？ 太废了吧！那个管线居然爆了，看不出来这是什么。 氢气好像没了。
这个坏了会怎么样吗？这个管线坏了应该没差吧？坏了就坏了。这样会塞住吗？这样一样吃电吗？哇，这一样吃电欸，太雷了吧。干，这会吃电啊！算了，那我一次抽个够吧。哎，爸爸。他这个会吃电有点麻烦欸，我就算关了。好吧，看来只能再盖一个这个了。单纯的电路开关，你说像这样子吗？把它接上去。不然就是我这棒不就抽这波啦，抽这波以后进去关以后就再也不要犯这种失误就好。干，他有关啊！干，你叫我在干嘛？干，这是都低能儿。哎，帮补冷到坏了是吧？
因为我不想要让他们回去睡觉，我想把叫他们把事情做完再走。没电。有电啊。啊，循环起来。Angry clear， 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爱哭，这就是爱哭鬼吗？所以这家伙是爱哭鬼。可是这家伙的技能有够烂的。搞是应该选个爱哭鬼，可他的技能真的是没啥用哎。好，我等一下看到这个我再选，这妈这技能太烂了。哇，天然气告急了。丑哭了，哭得很丑，是吧？叫这爱哭鬼吗？干，这边温度还是没有降下来，在干嘛？一对一帮补直送。发电机4台，五，总共5台，6个肥料，5个发电机。拉成怎样？艾希德，没有，可是现在是天然气已经不太够了。
干会没电是干嘛啦？哎，1200，我看到他到1200，哎，240、360、480、500、600、720。960啊，所以是多这个棒补的电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干脆把门打开算了，把高电干进去。算了，制造外泄的风险。金光苗，金光苗打在他的身边。高装减无感。哎，刀乱舞，
我左边已经封死了，稳的。干，这边为什么温度那么高？因为有人类吗？空气净化没啊？空气净化一直都在做啊。这已经没天然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冰箱上下隔热，不行啊！冰箱本身就会制造温度啊，冰箱本身就会增加那个温度，什么2.5度的样子吧。看，之前的二氧化碳在这里，哎，三二氧化碳在这里，超明显好吗？之前二氧化碳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现在二氧化碳在这个位置。只是好像已经快要没有二氧化碳了。氧气都要稍等，超复杂冷控制哦，还好，这个进度可能没办法，可能要下个进度了。是吧？还是吧 ？Toasty surroundings 是啥叫？窒息吗？太热，3点多度，干真的爆开。前梯板啊，好，试试看。可是我觉得该睡了。是要氧气的清洁搁置啊？没有啊，一直都在进行啊。只是二氧化碳要先那个啊，它是氢气太少，因为氢气它会一直自然消耗，会消失，超北蓝。干，为什么这边温度这么高？
双气密门通道。是二氧化碳的关系吗？它为什么那么热啊？我这边可是有吸奶六天王欸，不对，七天王欸。不然就我冰箱不能放那边，可是你们又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冰箱要放在零下负零下四度的地方？这好不合理哦。有这种说法，冰箱要放在负四度的地方。所以有食物的话，冰箱就要放在负四度的地方哦。干，怎么那么奇怪？那我们家冰箱是怎样？那我为什么我的食物还是会坏？是因为周围空气的关系吗？妈，太不合理了。干，我要直接把冰箱拿回去了。
让他们直接插在一起好不好？还有我这边再多盖几个，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好不好？他们结合在一起啊！你说分离器会分离不了的。电梯应该会有，我也觉得应该会有。